莫维斯和穆勒一直看着小红帽，时间不知不觉过了一个小时。小红帽这个状态已经持续了一个小时了，不可思议，应该早已经超过他的体力极限了。原来你还有一个，干嘛不早点拿出来？很好，已经能坚持5分钟了，但这就是你的极限吗？我快不行了，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摆脱这个循环？无法摆脱这个循环，是因为你还是在害怕。为什么他能知道我在想什么？我还是在害怕吗？你在害怕，眼前的这个人会不会真的是你外婆？所以你下意识的只防御，不敢进攻。布兰妮，你外婆已经死了。布兰妮，拿出你的血性来，你可是一个狼人。闪避或者格挡已经无济于事了，用尽全力反击吧。小红帽所在的房子消失了，但他的生命力也已经枯竭了，我们只能为他默哀了。但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不是他的结局呢？身体已经完全动不了了，我现在只想好好睡一觉。这是光球。你可以叫我先知。先知，又见到你了。那也就是说我又死了吗？很遗憾，是的，但你的各项能力和上一次相比有了惊人的提升。那么我还能再重来一次吗？这是肯定的，只要再献出你1/4的灵魂。每次重来都要献出1/4的灵魂吗？是的，时间回溯一定是有代价的。也就是说我还有4次机会，3次机会，2次机会。总共有4次机会，之前我已经用了1次，那么我还剩下3次机会。好，这一次我一定要救下妈妈和外婆，还有马克叔叔和猎人叔叔，所有人都不能死。我愿意献出这1/4的灵魂，请让我回到周三晚上，也就是妈妈给我讲故事的那个晚上。